几块，有的地方运费比我这个裙子还贵，那只为不傻，不会这么折腾我自己。本来清仓就不赚钱的啊，不会这么折腾我自己的，不怕姐妹货比货的，我就怕你们抢不到，怕你们骂我说主播骗你们，没有给你们上，就这么长一个睡裙19，就买个大妈款低端货都得30-40。咱今天直播间19是清仓价格去抢，一件不剩只为清仓，地板价去抢，来拼手速了，没有多少件啊。觉得划算咱拍，不划算咱不拍，所见即所得。直播间啥质量，收到会有就什么质量。19，老公车包香烟都不够，今天我直播间带个睡裙，回家做感受做体验，物超所值，满满的一个惊喜。又不是收不到货的，你们付了款的清仓的都要收到货的啊。来，莫大尔吊带的没有，莫大尔的睡裙有啊。来了啊，福利咱们继续开。男士短袖短裤100斤，穿到170斤，31上车，男款的31，男生女生都能穿，穿到170斤。刚才有女生想要穿到170斤，拍这款迷棉的就上。睡裙缎面雪纺的就10几件，谁抢到是谁的。26直接开。这种料子啊，冰冰凉凉，丝丝滑滑，短袖短裤棉绸缎码39，25开吧。中袖长裤棉绸的33上车，只有10单，单买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。睡裙螺纹冰丝的31，21开。来了啊，上车的这款套装，螺纹冰丝两件套，想要冰丝套装的这款看过来，老粉都知道，我之前卖69，5个色4个码，现在就剩2个色2个码，给你们29，点关注是我粉丝的22开，没所谓了，现在清仓没有关系，全部给你们清款，我家就要上这个清款套装，来22去抢，在小黄车一号链接直接拍，哪个160能穿的，刚刚过的格子款套装160就能穿，刚刚那个男款的格子女生也能穿，可以穿到160斤，主播上穿的这款只能穿到150斤，超过150斤的粉丝朋友们就不拍了啊。这款是带弹力的，肚子大的呀，哎，都能穿，